大城府，三河交汇，在湄南河谷孕育出一颗璀璨的明珠。这里曾是泰国阿瑜陀耶王朝国都，大城技术学院就坐落在河谷腹地，是当地规模最大的职业技术院校。2016年3月，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与泰国大城府大城技术学院共同建立的第一家鲁班工坊正式揭牌运营，这是中国建设的首个海外鲁班工坊，承载着古老东方的工匠智慧与城市分享，第一次从天津走向世界。而这第一次的探索合作并不是一蹴而就的。